实在是太拼了，啦啦队女孩受邀到小姐不惜地进行前后辈 PK 赛，身为学姐的段静却被同团学妹击倒了。知道是前后辈 PK 的时候，我就先偷偷试掉一下，我先问了对面的六个人，大家全部都是来帮小迪加油的，我就觉得 OK 去死。没了，我都管啦，没了，只有到一分，只有到一分钟吗？这样子你好短，你哪有人 PK？ 哪有人 PK 准备35秒的？实力30秒，30秒，严重的，你也太大头症了吧？有时间限制吗？我不相信制作单位叫你准备30秒，真的假的？这个太短了吧？这哪是一段表演呢？啊，再播一次啊！不要啦，不行了吧？不是，你刚刚那个机会而已，结束的很错误。对，不是因为我没看过这么短的表演。好啦，那我下次再来跳。没有下一次，没有下一次。我们一生都一次机会。下次来只能聊你拍八点档的经历。都来宣传你的戏了。你知道最后一招给你。对啊，不然你就要回位置了。加分题。大招哦。来一个，劈呀翻呐。劈。劈呀翻呐，哭啊。啊，还是当场咳出一个痰。我有点吓到。